嗨，美丽家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。我今天穿的是一个算是度假系列的洋装，很随性，很飘逸，很有造型感，就可以在放松的时候还是能够漂漂亮亮的，很有型。我原本也以为这个鞋子穿起来会不会不稳，可是其实不会，它还蛮稳的。然后这个皮革非常的软，很柔软，所以穿起来是很舒适的。戴的可能会是这个发夹。对，因为我好像比较少在造型上选用发夹，那这个发夹也是很简单又很有型，我很喜欢，觉得之后好像可以慢慢的尝试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戏是有的，但是因为还没有播到那边，没有办法分享。可是我是有印象很深刻的戏，在比较后面一点的集数，觉得如果到时候观众朋友看了可能也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在海边在海边，好，因为我最近在看叔本华的书，他是一位德国的哲学家，他的名也很多。我印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是他说关于人生智慧，有一半是不爱也不恨，另外一半是不要说话也不要相信。我觉得他这一段话，他这一段注解很有意思，然后我反复想了很久，我还在体会他的，还在体会他当中想要传达的一些意义，但是觉得这段话很有趣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思考一下，就是这个话在于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它是不是符合的，或是也许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不知道。